下雨绵绵。现在不巧。这就是城市内的悠闲。2012年8月30号，早上是9点。阿奇爸爸来到中兴大学的校园里面，坐在摩斯汉堡的早餐店。这边是两个番茄起司蛋堡哦，谢谢。看着我的热可可，然后来了两个起司蛋堡，这边还有一杯啊热红茶。感觉生命是如此的美好。